咱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三月五号即天做伙伫个市政府的头前拍片，所翕的内容正是现主席大家所关心的新冠肺炎。两个人所要讲的，就是呼吁市民用公所来代替握手。那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呢还非常严峻，那经过美国国防部呢的说明呢，在这个月份一个月以内是整个疫情的高峰期，所以我们就和市长共同来推动呢。大家拱手不握手，毕竟民意代表是高危险情的一种。那如果感染了武汉肺炎的话，那整个的追踪人口根本没有无从追踪起啊，因为民意代表所跑的行程是无法掌握的，人口也没有掌握的，所以我们就来推动拱手不握手。那因为我们做民意代表或做首长政治人物，都常常碰到很多人需要握手的机会。你可以看到现在连德国内政部长都不跟总理握手了，那不是说他们两个不好，是因为在防疫期间特别没有办法这个做手部的清洁，所以一个人要接触很多人，所以说就尽量避免握手，那用拱手的方式。好，内外夹攻大力力丸丸。黄伟哲和郭信良两个人按量而温，喷酒精到洗手拢真认真哦，连做几落摆，用意拢是为了拱手不握手，大家勤洗手的观念。希望借着这个拱手不握手，然后量而温，然后勤洗手的这个影片，能够这个我们跟议长跟议员一起拍的影片，能够让大家一起能够注重防疫期间的手部的清洁以及重要的礼仪习惯，那一定要改变，这样大家一起做防疫大家才能保健康。拱手不握手，大家勤洗手。